大家好，我是翔宇。距离上次剪出去玩的片也过了一年了，我真的是拖慢慢拖。这次的影片也是两年前去菲律宾宿务玩的影片。那这一年多来不能出国的时间，我们都快闷坏了。还好那时候拍的影片还可以缅怀一下出国的感觉。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刚才下高铁，然后好死不死跟那个废物同一班，还有他的同学，然后我马上集结了。我们现在就是祈求不要有台风，不要燕子滚开。大排长龙到不行哎、欸，我以为是宿务的旅客。哎呦，因为他们行李都大到不行，没有人要这样去宿务。我带这么大哎、欸，你在呛我吗？对，你怎么戴眼镜？好漂亮！这个眼镜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还有，我以为没有镜片。有了，还有度数嘞，没有镜片。你们如果要去菲律宾的话，这个是正式的签证，就是印得很正。很正跟正式，我的歪了一点，然后他就说不给过，好，要领那种，他也不给过，因为我把它当作报告。剪掉旁边也不行，因为规格就不是 S。我那个是在检查的时候检查，然后翻一翻就翻到一张签证，我就把它撕下来，丢掉一堆东西。我的身体食盐水没了。在旅行的路上，后面的乘客都在看你，你要不要道歉？很好，很好。前面的妈妈在吵架。他说他女儿态度不好。你拿一下水壶，你会死；你拿一下饼干，你会死。你是不是态度不好？一定有，一定有。感谢立顿茶座茶赞助播出。并没有，并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哎，现在要带我们开去宿务，对啊，从台湾开去宿务，我们要搭车去宿务。没错，要开41个小时。我们今天坐机巴机场巴士。你拍到任何东西吗？拍得到了，拍得到虎航，刚好跟虎航合照。成功上机了，然后我们坐最后一排，就看得到。去韩国了，好开心。不是，其实不是，我们要去追星。好帅哦！怎么会有啊？各位旅客，因为我们后面是车子。我刚刚跟空姐说晚安，她跟我说好晚安。我们现在在填这个很麻烦的东西。对，是写考卷。怎么那么慌 ？Turbulence。哇，怎么会这么亮啊？就是，而且是一闪一闪，还是那个电力设备很烂，也太烂了，这样眼睛会坏掉吧？供电并不稳定。不要下雨，还打雷，打什么雷啊？拉普拉普 ，no， 排到爆了，靠背。排到溢出来。对啊，怎么排到满到，就是。都流出来，这边出来两边都有大量的厕所，对，看起来很新，因为这是很新的机场吧？羽田机场，这是羽田机场，我们是日本。我要玩 BTS World， 他一用菲律宾网路先下载12%，先下载 BTS World， 也不管接下来要不要联络，你有没有行动电源？没有啊，有啊，大家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要见你。哎、欸，出外靠朋友。要不要再买一次长滩岛的机场？我好爱长滩岛哦。就是一个铁皮屋，看一块地，然后飞机降落，然后完全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大厅的感觉，就是可以报到这样而已。而且超热，也没有冷气，但我好爱哦。还要等多久？等到我变成周董，就是他爸。他爸是网络红的，他爸之前 po 一个早安就200个赞。中年纪补星，会在哪里出现？1号吧。一号吗？你是一号吗？我是啊。放冷箭。我找到我的了，很丑。哎，谢谢，拜拜。Love you。我们现在好像要自己招车去港口吧？要过安检，所以要一次把所有东西拿出来吗？就要被丢一些东西。网络上说要去百货公司换比较划算，但我们最后一天才要去。出来就可以看到一整排人，就是问你要不要叫计程车，或是行程啊等等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做 Grab， 就是这边的 Uber。然后我们想要坐第一，应该是想要坐第一班船去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早上大概7点。那个烟是什么？我这里。你还觉得要给司机什么评价吗？他开给完了，他开很快，超快。我给他驾驶高手。就是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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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
那时候听人家说港口旁边有一间 Seven 在这边，大家都说到港口这边包就往前背，因为这边比较东西比较容易被偷，所以你如果重贵重物品啊、钱包那些的，就是往前背这样。Seven 卖很多，超级多冰，超级多，这样加起来多少？是那个上面50披索换台币是30，很便宜啊。店员在大跳舞啊。Hello。现在凌晨4点，将近半小时，我们就要去港口那边，就是全家一起对面那边。怎么还有人在跟你聊天啊？哦、是我，是你，在日本狂播 K-pop， 还有 K-pop， 还有 K-pop， 还有 K-pop， 还播了《猫猫恋》2次，连续 down down。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。从我国中认识到现在最会喝难喝饮料的人，真的，而且都是绿色。他很喜欢点绿色饮料跟柠檬。抹茶超臭的。他点抹茶无糖，到底是要喝啥小？热带季风嘛，好像还是有。现在在复习地理。对，有热带季风。你要补一个头衔吗？就是补教的那种地理老师。还是哺乳老师？我们今天来教地理。老师的地理不要不要，我们是 Ocean Jade， 我们做这个进来码头了，然后我们要讲码头社，因为菲律宾是一个死要钱的国家。好，如果你们之后先订船票可以直接过来，不用在外面傻傻排队。15公斤以内不用付钱，超过15公斤1公斤10块。那在那边要付码头税25块。好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记起来。你有看过早上4点多的街头艺人吗？我选举888，快乐888，跟奇金的船一样臭。对啊，是奇金的感觉，后面好美哦、喔。我们上船了，然后你上船了？你要上船吗？他的船其实有分对号坐，所以刚才就有梅亚被赶走，刚才有傻妹直接坐下来，然后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位置，好，要骑走换位啦。就是宿务你这边的港口开到波尔岛应该是1个小时，他写大概几个小时？一个吧。我们可以睡一个小时。大家都睡翻吧，你们两个好像睡翻。对，睡翻。我怀孕了。哦耶！你模仿一次，模仿一次。在那边卷，在那边卷。No。哎，那边自带滤镜，你好浅哦。环绕一下四周，然后跟被缠住的我们。现在被偏向车了，很害怕。然后我们能到目的地就这一趟就先。菲律宾就一定要先被供一次，因为是一个死要钱的国家。我们现在6个人身上荒谬现金。对，厉害厉害。因为他说要开40分钟才会开到那边。Hello， 感觉超远的。等下才100块台币。因为今天才100块。我就打那个司机，把他打到妈妈忍不住他。期待哦，5分钟后见。就是很海岛的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在钓鱼吗？巧克力山，巧克力山，哎，这个吗？这是巧克力山，制作中，好小哦，怎样？破吗？谁啊？这边也有哎，制作中。布鲁老师，请问印尼的特色是什么？虽然我们在玩菲律宾，印尼的特色就是老铁。有在种什么吗？他们种情也种意。种什么？哦，哈嘞！哇哇！哦，哇哇叫，哇哇叫！有人在上班吗？我们住的哈嘞是不是很漂亮？然后就是如果你从港口一出来，然后跟我们要想好的坐车，不想要在那边排队，可以啦，就是1000块给他。我们6个人1000块，你们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钱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实际价钱是多少。你是把我当自拍镜头？超级。就是美美的一个沙发空间，然后有放一些泡面啊、零食，然后是他们的柜台。我们现在在 check in 嘛。今天有游船的午餐，但是应该不会下水，就是坐着。对，有午餐。对。对有辣妹在旁边聊。真的吗？哎，这个辣妹吗？会翻哎、欸。如果没有辣妹，我们就自己当辣妹。好，很好。我们要出发就换钱了，因为我们现在什么？我们现在一瓶不行，而且又很饿，软囊羞涩。我们是6个人，我们软囊羞涩，我们阴囊羞涩。呕吐阴囊会羞涩吗？看是谁的。
阿龙那 beach 那边换钱，可是路上看来就是肯丁大街啊，就是一样。因为我跟他说他是韩国人，所以他以为我们是韩国人。对啊，你只要随便讲几句韩文，大家就以为是韩国人。因为这边最多观光客是韩国人，所以他们第一个猜都会猜韩国，也是在猜日本或台湾。好想进去哦！因为现在是早餐时段。我们也不小心走一走就走到海边了，真的 Alona Beach 这张牌蛮漂亮的，这一车看过去比较漂亮。原本我们走到 Alona Beach 是为了换钱，结果不是没有开，就是汇率超烂。快速换钱之后就要开始今天的行程啦。好的，我们第一站来到这个，这里是哪里？桃园三结义，然后又不错，这是一个拍照的景点，旁边是眼镜猴的一些摊呢。眼睛好真可爱耶，我的琳琅满目的眼镜猴，蜜蜂，我先逃离现场，超恐怖。结果我们拍完就说 next stop。 请问第一个行程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被蜜蜂追，傻小珊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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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have two. No, 上路。有的假的。他选超松的。这是什么包包？眼包。哦，对，是。他因为这个175，然后他没有25块照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再另外买一个垃圾，我就又买了一个小垃圾，20。那是磁铁。好可爱哦。他说 No smoking, music off。对啊，很鸡，很野的鸡。这边啊，超小的。你说是这里吗？其实完全拍不出来。整个园区只有三只眼睛。真假的？为什么？是真的眼镜猴，可是它大概只有手掌这么小而已，它走这么大，超级小只。一直找不到吧？是没了，这个景点没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要来游湖午餐了。好，这个是哦，你看上很美，还不错啊，船很漂亮，蛮酷的啊，其实还不错。但不知道船会不会开走？船看起来蛮舒服的，可能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就先去买冰淇淋。我就真的很不懂这个套装行程，我觉得今天整个菲律宾人，今天整个套装行程就800多块，算了吧。可是很贱哎，看一堆绒毛玩具，你绒毛哎。我们可以下去了，拜拜。我们这么大，而且吃把费哦，这吃把费。你大脚外咖，我真的跟你势不两立。刚才什么蔬菜？这是什么？够吧。啊，这是炸鸡，然后虾，这是鹅肝，小沙拉，还不错哎，很，我觉得很淡啊，这样很好，这个很好喝哎，有西瓜汁加柠檬汁的感觉，这个很好喝，这很好喝吗？整杯都是炼乳的感觉，你喝，怎么今天看起来快吐了？我要吐了，好喝吗？很甜呐、啊，就是很甜、啊、太甜了。他东西蛮多，可是就是很多苍蝇也很多，所以他疯狂的在赶苍蝇。好了，这餐总结就是菲律宾东西不好吃。吃完午餐的国中生，他妈趴下来睡觉了。香蕉不可能没吧？香蕉不可能，你吃看看啊。香蕉我觉得会爆甜，但是这应该不算雷。结果香蕉是咸的。你要睡了吗？我想吃软的香蕉。啊，然后就睡了。你喝六杯，紫砂的小朋友们，Oh my god， 怎么有人啊？怎么有人啊？怎么有一个人跑出来？感觉很好玩，我也想玩。你也想玩吗？我想玩啊。什么？
就是我刚放在上面。怎么样是四方牧场那种事情？乱传。这群人对辣妹团兴趣缺缺。我妈妈，那是阿姨。哎，乌克丽丽800块，你们会买吗？换算台币480。480台币。你们会买吗？可以。哦哦哦。他唱甜蜜蜜耶，还是你要蔡依林的甜蜜蜜？我吓到，如果唱甜蜜蜜，我就给他100块。耶、yeah, ！下船喽，我要陆地了。云婷他会帮你拍照，然后拍完照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你可以去挑。他就会问你要哪一张，Happy 的啊，或者是比爱心的啊。他拿他的照片，我看。这样，你因为很像80年代的人。啊，这样多少？150。哦，150。150，这大概100台币，并不便宜，而且还少一位朋友。我在旁边睡，在睡的朋友，爱睡的朋友，狂买冰。不用公馆，而且卖双钱的店有卖虫子，他刚问我们说是要买虫子，我们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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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ce cream， 到底谁要买虫子？就是很小，但一口可以吃完。好，好吃吗？15块就算了。就是夜市的味道，可是我们只是图个清凉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太阳好大，下车拍照。他说叫我们下车拍个森林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边蛮漂亮的、啊。里面有雪。对啊，这边很蛮舒服的啊，很环境清幽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看我看，这张我很喜欢。哎、欸，这张是行车记录器吗？就是被撞的前一秒。说你觉得很茂密，就拍不出来。好啦，我们就这样自拍几张，1、2、3，好，3张，好，拜拜。上车，上车。我们再再来一个山丘上的一个小店，懂吗？开车吗？我的门店。我不想开车。I don't know. 你们想要吗？我还好。我们自主取消一个行程，就是开车。谁要开车啊？很热，太热了。中午1:30是蛮热的，可是现在有风啦，所以 OK。哇，最上面，可以俯瞰整个巧克力山，360度。我有玛丽莲梦露。开玩笑的，他等下就会给你看他衣服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看。他就把他先洗。他在提醒，卢老师又要结束。在做的地形相当好。哦，那栏杆呢？这边。殊不知我们今天的行程2:05就结束了。就能通啊。因为我们自己取消一个，我们自己取消一个开车的行程。谁要看？谁要看？今天算是老天给我们一个天气好。在骗人。这个积水。对，所以到底有几个可以上？3个，对，可以上。好惨。好了，我们回到哈雷，我们睡得坏掉。这边呢，我原本想录一个房间的开箱，但是由于真的是太累了，所以就拍得很烂。然后这边再来重新的介绍，这次住的是2间房间，一间是四人房，一间是双人房。四人房的房间其实还蛮宽敞的，可以足够放行李。那里面有一个小客厅，还有简单的卫浴设备。衣柜、冰箱、热水壶等等基本的东西都有配备完全。那双人房的部分空间就比较狭小了，不过卫浴设备也和四人房的大同小异。这饭店的最后面有一个小洗水池，
就真的很小，做一个梯子的吸水池这样。跟你讲洗完澡的感想，比较烂掉，因为感觉是海水。我觉得很像海水，因为就是不小心吃到有点咸咸。下午六点钟我们要去觅食以及喝一些酒，我们要吃那个虾，我真的好饿哦。我朋友刚刚问我菲律宾是玩什么的，然后他就问我好不好玩，我就说蛮好玩的，然后他就说玩什么，然后我就答不出来，抱歉。可能明天的比较回答得出来，我也觉得今天的比较难。啊，喝到死浴室的水都喝干就浴室的水真的咸咸的，他刚才漱口然后就说咸咸的，很像很空的肯尼大街。大波多，我国旗。啊！他是不开的，不欢迎我们吃饭呢。福利几的？啊！小心脚啊！他门口整个就贴一个 close 的。我们又在晚上来到 Alona Beach 了，不过晚上还有一点点美，它很蓝啦，就很蓝。我们要吃的店到了 ，Buzz， 我们坐下了，然后听说是 Beefon 的菜单一模一样，是什么？很普通吧 ，For free 的食物。黄色是甜甜的东西，然后绿色是大蒜，超近特写。金针菇饼，金针菇。那这个是什么？Lasagna 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拉沙米亚。哦，鲜汤。喝一口。有贝壳。网路很推哦。网路很推，网路很推。丑陋。你喝一口，很推吗？好喝。可是它不大，所以我们点了两个差不多。建议你们在两三个人就点一碗。谢爸爸。然后还有披萨，这是那个芒果那个披萨吗？是。我另外点的那个鸡的那个饭，海鲜披萨来了，完全没有位置放。觉得芒果怎么样？吃。就是很多7D 芒果干，一致认为这个芒果辣肉披萨、辣蜂蜜披萨很推，饭很松，土质测试哦，超松的，好像在吃没煮熟的红豆，汤就是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好喝。我来吃个鸡肉汤。这一顿吃完你有什么感想？好臭、哦、海鲜汤大家都说王川很说很推，可是那个贝你们千万不要吃下去。前三名难吃就是那个贝类，然后跟这个饭还有那个花朵。也不要再点鸡了，可以不要点这个，多点一个披萨。对，多点点披萨。我觉得来就全部点满披萨，一个人点两个披萨刚刚好。下面很臭。晚上的Alona Beach 就是很黑，然后这边就是夜生活的感觉，然后出来一定会看到这间韩国的店，这个扛棒超可爱，哎、欸，大量7D，一样，价钱跟那个一样，很多韩国的冰棒，差不多20，各种饮料、欸，你买什么啊？芒果柑橘7D 的。哦、有没有？你连、那個就是、芒果干，连那个芒果，我连咬下去的第一口的味道，你连那个芒果干那个粉的味道都有，都有，没错没错。我们现在来到秋季起源炭烤，我们在狂烤。What's that? Sausage? Yes. Okay. Ten. Ten. 太便宜了吧？很多的疑问，为什么它的烤肉都橘橘的？是用橘子做的。烤好了，秋季倒是拿去冰箱放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它昨天就烤好了。秋季真的很臭，秋季臭味石原炭烤，好臭哦！他给一包酱，啊，就是臭味的源头啊，闻不出来。我不喜欢，你觉得蛮好吃的。好吃。不难吃，你去烤，不难吃。红色的呢，并不难吃啊。哦，这是热狗，很正常的，它是小热狗。现在都要拍得非常高，因为下面都没什么穿。是买了一堆怪酒，蓝色那个叫什么？它叫什么 ？Blue Illusion Light 就比较轻的。Baka Lemonade， 它这个是那个 Apple 什么的 beer？ 53，你吗？这个就是宝矿力，那个是素鲜，这是宝矿力。好好喝哦，是可尔必斯哦，是可尔必斯哦，说错了。嗯，这个不怎么甜、欸。什么？就是葡萄柚，连后面都有葡萄的苦味。就是葡萄柚、啊。还有那一瓶，看起来是什么？苹果的啤酒。什么脸呢、啊？那个是后面才散发出那个苹果味道，但我觉得不好喝、欸。就啤酒味比较重啊。很像吃面包。吃什么面包？你要不要吃？
很像苹果面包，对，统一苹果面包。有，我现在有这么觉得。蓝啤酒，没啊 ，Don't like it。很像台啤出的那个水果酒口味。下一个 ，Vodka Lemonade， 不像柠檬，不像柠檬啊，有 Vodka， 也没有，不好喝，就是颜色前三罐喝的，后面都不好喝。红蓝跟粉红，还好我有拿蓝色，蓝色真的好喝。这是我们不专业开箱，因为这也没有形容出什么东西，就是夜晚的喝酒台，还有装水台。哎，刚才拍我？没有，一瞬间，然后拍到你，哦，你舌头是裂开哦，没有。我很会喝水。你明天可以喝海水喝到饱啊。海水会一直落塞，懒得下水。喝错水都会落塞吧？喝馊水会落塞。啊，真的不想喝馊水。你看起来像喝馊水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要馊水妹，就要馊水妹小喷喷。你叫馊水妹？哇，好丑哦！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左一拳。这是剪刀。我们先说这是剪刀，然后这是布，然后这是石头。再说三四，左一拳，右一拳。等一下，说错脚了，差点差点脚都错了吧？黑白菜，黑白菜，但是你身配。哎，你脚动屁啊？要动头吧？我要动头，我要动头。好，黑白菜，黑白菜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菜，黑白菜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。在经过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之后，大家也都累坏了，尤其喝了酒又玩了一堆烂游戏之后，真的好累。那我们还是乖乖回房间休息，迎接明天一整天的下海行程吧。大家晚安哦，晚安。